这里你收集长头发要干嘛呀？咦，你这个发型怎么这么难看呀？原来呀，王子被老巫婆施了黑魔法，关在了城堡的上面。白雪要收集长头发去救王子，可是白雪白雪，王子他不用你，他现在不喜欢你，喜欢贝尔了。他需要的是贝尔，你不要再自作多情了。你给我从这里掉下去吧！嘿，这个白雪他还不死心呢，又来了。那么好，就让我用这个火把你的头发给你烧没了。哎呦，直接成了一个秃子了。哎呦，这也太丑了吧！哎，他又开始收集长头发。可是你这个发型太难看，我给你剪掉吧。哎，他又收了这么老长，剃须刀把他的头发给他剃掉。哎，怎么还没有剃掉？哎，给他剃掉了吧。你这么一丁点的头发，怎么能救得了王子呀？不相信你就看看吧。哎，你看，你根本都救不了王子。王子呀，他需要的是贝尔，贝尔他来喽！哇，贝尔，你的发型好漂亮呀！哎，这个颜色也是蛮时尚的嘛。王子呢，在哪里等着你呢？躲开这些大刀片！哎呀，这也太可怕了！哇塞，贝尔他飞过来了！天哪，前面还有这么漂亮的头发，都给他收集起来！哇，这么老长的头发，肯定能救出王子的！来来来，哇塞，王子他马上就被你救出来了！哇塞，王子还高兴。